炼丹丹精华。英文翻译本，这是可以的，好的。欧登河啊，精华的秘密。此经在道藏精华录，开于精华宗旨在道藏精华录，道藏精华录。宋王重阳，王重阳祖师在元代。来创全真教，王重阳在元代元朝创全真教，传全真教，全真教，他们要修炼返璞归真了，所以他们被称为真人，真人啊，王重阳真人，北七真，南七真哈，是修炼那个道教的道家的心法。吕洞宾为三祖，王重阳以吕洞宾为三祖，那人呢？是北宋的啊，北宗啊，不是北宋哦，北七真、南七真那个北宗，道教全真教啊。还有什么北宗的、启南宗的、北宗七真的，王重阳是北七真的，北七是一二三四五六的七的七，北方的七位真人，南方也有七真传还是七真史传可以参考。可以参考道教的经典。